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青春爱读书》，我是主持人谢哲青。21世纪被称为是一个说故事的年代，只要你有好的故事，就可以打动任何的人。但是说故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内容，它有没有类型的限制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呢，先带大家来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它叫格尔尼卡。1930年代刚好是全世界左派跟右派在政治理念上面，在意识形态上面对抗最深刻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面呢，西班牙选出了这个共和的政体，也就是偏左的政府。结果呢，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将军，叫做佛朗哥将军，他决定要向西班牙的政府来宣战。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动了所谓的西班牙内战。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弗朗哥将军他当时向纳粹德国，也就是希特勒请求援助，结果希特勒就针对了格尔尼卡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地毯式的轰炸。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呢，在1个小时之内全部被消灭殆尽。那这件事情后来传遍了国际，变成是人类战争史上在人类的罪行上面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值得记忆的事情。那么同为西班牙人的画家毕卡索，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慨，他认为格尔尼卡的悲剧、格尔尼卡的故事必须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于是他花了6周的时间画了这一幅图画《格尔尼卡》。你可以看到，只有黑色、白色跟灰色3种不同的色阶，在这个色阶里面，他控诉了弗朗哥将军还有纳粹德国的暴行。当时德国军官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说：“这是你画的吗？”毕卡索告诉他：“不是，是你们做的。”他用这样子的图画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故事有许多种内容，到底什么样说一个好的故事呢？请大家收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青春爱读书，看年轻人读什么书。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说故事的方法，怎么样说一个好故事，让全世界都记得你。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许多喜欢阅读也喜欢故事的朋友们，就让哲青呢来为大家来介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花莲池中，接下来看到的是大安高工，好，台南池中。还有台艺大、文化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同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云林的永年中学。每一个人都喜欢故事，到底要怎么样讲一个好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是透过 TED 这样子一个演讲形式，收集里面的讲者他们生命的点点滴滴，把它淬炼成我们人生需要的宝贵经验。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而我们今天作者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许育仁，中华民国第9届立法委员，但在这之前，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 TEDxTaipei 创办人。TED is a place about ideas worth spreading. TEDx is a place to share great ideas and a dream to help the youth find their own voices, and mostly a dream to bring TEDx to Taiwan. 创立于1984年的 TED 是一个跨界的智库，台上的讲者都是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在此分享想法，希望借此改变世界。而在许育仁锲而不舍的努力下 ，TEDx Taipei 成为亚洲第1个取得 TED 授权的城市。TEDx Taipei 成立以来，策展超过400场演讲活动。随着平台的知名度与效益愈来愈高，许育仁却开始思考：如果 TEDx Taipei 能扩大成为大众开讲的平台，影响层面是否能更广泛？因此，2012年他提出 Rising Star 的策展，2013年更筹划了 Open Mic 的舞台，让素人也有机会向世界发声，传递自己的理念。4年来上台发表演说的素人，他们的精彩故事都被收录在《说个好故事，让世界记住你》这本书里。不仅看得到10个好点子，感受得到10位讲者动人的生命故事，更有实用的小技巧，让读者也能锻炼自己说个好故事。台湾不缺好故事，不乏好人才，只需要一个共享的平台，让这些声音可以变成遍地开花的影响力。谁说名人才会有人气？ TEDx 台北利用网络的影响力，传递正向的价值。 用8分钟向世界说一个好故事，你准备好了吗？许育仁先生，要请育仁来跟我们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样说一个好故事？好故事为什么这么重要？那当然呢，在台湾呢，我们的朋友第一次了解到育仁是因为 TED 啊，所以我先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有听过 TED 的演讲吗？有的话举圈，没有的话就画叉。来，让我们看一下，1、2、3。哇，大部分都有听过，大部分都有听过。当初是因为。 就是外国，就是朋友们，就是介绍，然后说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其实当初就只是想培养自己英文能力，才接触到 TED。上健康课的时候听到。健康课，为什么？就是听到雾霾。雾霾是不是？所以就是学校老师放给你们看的。对。但是呢，你们认为 TED 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组织也好，活动也好，内容也好，用最简单的字写下来。 所以在他们写答案的时候呢，我也想向育仁请教一下，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TED 其实在国外行之有年嘛，那育仁是第一个将 TED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引进到台湾来的，为什么呢？大学毕业之后就接触到 TED， 那时候我是在美国，然后刚好在美国的旧金山的时候，朋友介绍底下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时候我就被他吸引住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 我一支影片接着一支影片看，然后我可以一整天就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一直在吸收知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来办一个台湾版的 TED， 然后用中文把自己的故事透过这个平台跟全世界讲台湾的故事，那该有多棒！是，所以在那时候就起了一个起心动念说。 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这个平台引进来台湾。好，那当然引进来之后呢，无论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演讲形式哦，来看看同学们心目中 TED 到底是什么呢？来，大平台，大平台，小世界，哎呀，然后刚好梦想发源。对，我觉得是小世界，因为它是来自每个不同个体，然后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在这一个。 小平台上面发扬光大，所以我觉得这是纯属是一个连接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它会连成一个圈，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世界的样子。就是一个发表自己想法和故事的一个舞台啊。在舞台上可以训练自己的信心之外，还可以分享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其实各位同学写的都对，我们知道 TED。 哦 ，TED 不是泰迪熊，这个 TED 这3个字是科技、设计和娱乐嘛。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平台就是在讲这3件事。可是对我来说，不止。我认为它是把所有这世界上最酷、最棒的想法，然后最丰富的人生经验，然后你不知道的科学奥妙，然后还有最感人的故事，然后或者是最新的发明。 透过18分钟把它讲出来，是。那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因为以前我们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说故事。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定义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说故事的平台。说故事的平台，所以它的理念是在于分享跟传播。对 ，TED 是要门票的，你们有听说过吗？TED 要门票哦。我现在要让你们估价，一场 TED 到底有多少场演讲呢？在国外的话，在国外的话是4天3夜，将近80场。80场演讲，你认为会花多少钱？一起翻过来。250亿元，嗯，1元无价，哦，6666500，800乘以4，这是估价节目，对不对？8万。他们看那个永年的同学比较像在选车牌了，我觉得，111跟6666这样子哈。崇伟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是1块钱？我觉得呢 ，TED 是一个发表自己的舞台，听众去听，代表我们不分贵贱，1块钱是大家都负担得起的价格，大家都可以去听，去吸收知识。那正确来讲的话，最接近正确答案是谁？最接近哦，正确答案是在美国，在美国正确答案是$10,000，$10,000，等于台币。30万，所以估最高的其实真的是饼家哎，所以你虽然没有听过 TED 之前没有，但是它的价格是最接近的，对，只到它的1/3。对，我特别也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其实它这个$10,000啊是让去现场的人要付，但是各位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免费的，对啊，然后一模一样的演讲，是，所以那$10,000有点是捐给那一个非营利组织，给这个组织可以继续的来去办这个演讲，然后演讲办完可以把这个里面的理念，对，18分钟的那个视频用非常高画质的方式制作出来，是，然后还有很好的网站体验。所以它的概念上比较像是这样子，是，所以$10,000算是低消了哈，低消对，对是低消，所以你也可以再捐多一点嘛。对，不过我觉得你这1元的想法蛮好的，对啊，其实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的话，甚至于找大家一起来捐助它，然后让每一年可能有一些人可以免费去，这样也蛮好的。对，这是蛮好的哈。可是我觉得在TED台北最特别的地方，是全世界没有，算是首创的。是有素人在参加，为什么呢？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啊，或者我们华人社会太强调成功楷模，那也就是说，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告诉别人说，哦，一定要学习哪个伟人的传记啊，然后怎么样，有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是我觉得这不对，因为每一个人人生经验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今天我的人生经验。或者是哲青大哥人生经验，你们可能觉得哇好精彩哦，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到各位同学身上，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不要只找有名的人，我想要让平凡的声音也有机会，站到舞台上，所以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开始办这个素人开讲，任何年纪、性别，然后即使你是菜市场的阿嬷，你都可以投。按进来说，有阿嬷来报名，对，有阿嬷来报名说我要来分享，我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我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我要来分享。也有像你们这样的学生，有高中生、年轻朋友也来分享。所以我觉得故事没有高下，只有它的真诚。那所以我们在寻找的是在社会上各个角落的声音。就是我原本看这本书封面就以为是他是教你演讲技巧，可是打开来发现，就是我会看了1则故事之后，上网去看他的演讲，然后结果看了好几场演讲，是先被影片感动，就是被一个一个故事感动。就是书中都有一个一个故事是分享者想要分享的，然后这也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在生命河中的。波涛骇浪，让他们能够舵着他们船继续往前进。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讲了很多人的故事之外，我还有看到一句话我很喜欢，也觉得很受用，就是意思大概就是人生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不应该是先看到那个决定背后带给你的利益或者是什么，应该是要着重在你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快乐是多少？对，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很受用。是，所以每个人都有他受用的技巧也好，或者一句话也好哦。你看到名人吃素，你会跟他说：“哦，天哪，他竟然只吃草。”所以一个好的演讲应该是让听的人，在你演讲结束的时候，想要站起来跟着你一起离开，大家会说：“呀，我要跟你去。”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创办那个 Open Mic 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素人来投稿嘛？那请问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可以上台演讲这8分钟？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我们设定一件事情嘛，就是如果给你8分钟，你要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他这个 idea 在现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它是不是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个8分钟是让社会知道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但是我们通常视而不见。譬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讲我们就是过度的浪费用药，你知道我们每一人一年所用，因为健保制度的关系，去医院拿药，总共那个分量加起来是好几公斤。是。那我觉得这个是社会资源的一个浪费。所以像张生鹏这个药师，药师这个人想说啊，就工作就是配药嘛，但是他有一个省思，他会觉得从他的职业里面，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像消防员这个蔡宗翰，我们都不知道火灾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正确的逃生，是没有人教过我们。然后我们也想说，我们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可是真的遇到了怎么办？万一就是遇到了怎么办？然后这个打火消防哥他真的遇到，而且他的同伴还在打火的时候丧生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存在了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就是好像觉得似是而非，好像我是习惯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啊，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最主要是他们的理念当然很重要，重要之外呢，然后它需要被我们大家了解跟接受。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就是我们看到 TED 它有固定的长度18分钟，可是，在素人开讲里面就变成8分钟，为什么？用素人的8分钟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每一个人人生一定有一件事对他最重要。那他如果可以在8分钟里面说服别人说，我在做这件事情很重要，请你们大家来帮助我，那么那个人就成功了。所以我就跟这些素人说，你们一定有一件事情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你完成的。那告诉 TED 台北的观众，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你。那另外短的原因是，其实现在人的注意力非常非常短，我们吸收资讯可能都是透过手机或是平板。那8分钟正好，我想象的是坐一趟捷运的时间，可能从台北车站坐到板桥，或是坐到哪里，刚好8分钟。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对，就可以听2则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个蛮好的。是，对。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进到这个青春交流站，让他们好好的利用2分钟的时间来传达他们想跟世界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青春交流站，我要站上 TED 舞台。同学带来他们的提案，希望争取站上 TED 舞台的机会。究竟他们会如何表达改变世界的好点子呢？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队，我们来邀请的是云林的永年中学所带来的改变世界从学校 start。 改变世界从学校 start。 学校教育等于考试成绩吗？老师课堂中会补充一些额外的知识，正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时，就会有人问老师，这里考试会考吗？让我们不禁想，难道我们学习的初衷只是为了考试，还是为了从中获取到东西呢？成绩一定正比于人生吗？虽然5A 加的成绩比5C 还要好，可是5A 加的成就一定比5C 还要高吗？贾博士大学没有读完，可是却创造了智慧型手机的最大品牌，让我们不禁想：难道我们要因为他大学没有读完而否定他的成就吗？难道台湾教育无法改变吗？芬兰的教育人称世界第一，他们把一个一个的科目综合成大科目，让学生自主学习，而且不放弃学习慢的孩子。这是150年前的电话和现在的电话，光是外观就有很大的不同，更别说是功能了。可是，150年前的教室和现在的教室却没有太大的改变，难道台湾教育无法改变吗？现在我们想分享我们的点子，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网站，让全世界学生、老师，甚至社会人士发表意见及参与讨论。如果使用得当，相信不只是台湾，全世界的教育都能够受益。这很符合我们用教育改变世界的理想。虽然我们只是小小高一生，成绩不是最顶尖，不过想要证明，即使不是五位佳佳，也能闯出一片天。谢谢大家。哎，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台南池中所带来的《肃然起敬》。在开始之前，我想要问在场的大家，你们有吃素的可以举手一下吗？ 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每天至少会有一餐的素食。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素食？那究竟吃素又有什么好处？你如果一天吃素食的话，其实是可以节省到水资源，拯救到森野的土地，节省粮食。其实有科学家研究说，在畜牧方面的话，他们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是占全世界1/3到1/4，是比开2台车的量还要多。 那对自己的话，其实可以增加自己的免疫力，然后也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你们有讨厌吃素的人吗？这些是我们调查的结果。有人说，素肉就是假肉，比不上真肉的口感和味道。更有的人说，周遭的人都大口吃肉，吃素就是会被嘲笑。不过，你看到名人吃素，你会跟他说：“哦，天哪，他竟然只吃草。” 如果玉米跟小麦可以直接给人食用，那么饥荒可不可以减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行动吧！好，好，谢谢。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有一笔钱，所以你要捐给赞成吃素的人，还是你要捐给第一组的同学？吃素的，吃素的有为什么？因为吃素可以救地球。我比较偏向学校。 为什么？对，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想法，那个网站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好像可以再更周全一点。不过我觉得有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就是学校那个学校，哎，永年的为什么？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的学生真的就是很少去思考，也很少去反驳。是，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去思考，就是有关于学校的制度，然后能够。 就有种反抗的意味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本身啊，会考前我也是就是吃素，就是想要考好一点。所以你对我就是为了，所以你真的还是想投给你们自己哦。对，所以可是我是真的有吃素，我吃素感觉就是我头脑会比较会不会那随便乱想这些有的没的哦，是就比较近嘛，是有说服到人啊。但是我们要问一下玉人，那你自己觉得呢？这两组里面他们优点？ 还有哪一天可以再改善一下会更好呢？嗯，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哦，在这么短的时间，就2分钟可以把一个想法这么清楚的表达，其实各位都已经有上 TED Taipei 的潜力了啊！哦，跟姐跟自己鼓掌一下，不简单，不简单。对，然后我觉得优点就是你们的行动很明确，好，一个是吃素，这个是马上要就可以做的。 那第一个是想要做一个网站，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召唤大家开始改变。我在 coach 这么多讲者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听的人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为什么重要。好，那我觉得某种程度吃素的这一个部分讲得比较清楚，是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只是改变我的饮食。 方式的话，我很明白知道，我一天吃素，我就可以省掉多少的气体排放。哎，这个我就觉得很清楚。是。那但是在学校这个部分啊，在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上，还没有表达那么清楚。他没有非得要我做的这个急迫性不可。我都跟这些讲者说啊，一个好的演讲。 只是一个好的演讲，除非大家一起有 action， 大家一起有行动。所以，一个好的演讲应该是让听的人，在你演讲结束的时候，想要站起来跟着你一起离开，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是对不对？如果说真的你们是吃素的，就大家会跟着你一起吃素。是，如果你要去盖学校，或者是要去做这个网站，哦，大家会说呀，我要跟你去这样。你在讲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摸零钱了。对，所以就。 背后就是有这个清楚的一个目标去召唤这个群众。嗯，那开场重要吗？对。你刚才进场的时候，你特别用跳舞的方式啊。开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对，因为各位只有两分钟哦，所以直接切入主题是 OK。那但是像我们在行述18分钟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切成几段，我都会把它切成3、6、6、3。3663。对，我会跟讲者这样说，我说前3分钟讲我是谁，然后后6分钟讲我在做什么，然后再接下来的6分钟讲我遇到的困难，还有我如何克服这些困难。那最后的3分钟讲我要召唤大家什么样的行动，call for action 这样子。那进场是当然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是铺陈哈，就是说你进去的高度决定你最后怎么结尾。比如说金恩博士最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对他一开始就说 I have a dream，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他就不断的一直在强调那个他的开场就是他的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技巧。是，当然就是里面牵扯到许多的技巧。其实我这个也是大家的问题，我要问一下同学们，圈插牌准备好，你们认为？ 台湾的学生，或是你们自己啊，这个说故事表达的能力好吗？好的话就举圈，不好的话就画叉。让我们看一下。哦，你看2个想上 TED 讲的人就画圈，其他画叉叉，就会紧张吧？哦，紧张，然后害羞这样，因为以前就是很少在大家面前讲过话，不太会把一个形容词把它形容的让。 讲听者可以感受到，台湾学生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自信心吧，因为我们的教育跟欧美的教育不一样，我们算是填鸭式的教育，但是欧美那边的教育就像是让你去找寻自我，然后让你有很多发表的机会。请问一下，你们在学校，你们自己上台发表的机会多，或者在课堂上举手发表机会多吗？这是最吊诡的地方，来出现了。其实很多机会可以讲话，对不对？ 大家都画圈圈嘛，所以照理讲说，哎，我们的教育应该有跟欧美接轨啊。其实我觉得讲话其实就像讲故事一样，表达讲个好故事，其实就是要跟听众有个共鸣。可是我自己讲话我都不能跟自己共鸣，我要怎么跟别人？我没有用心来跟我们沟通啊。对啊，我就连自己都沟通不好，我要怎么跟别人沟通呢？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只要。 面对大众的话，我脑中就瞬间一片空白。是，然后就紧张就对了。对，真的很紧张。有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点名叫人的时候，就像我现在这样吗？就常常会口急啊，或是脑袋一片空白。明明他都还老师叫你之前都已经想好了，但是表达不出来你的想法。现在的人其实他们没有非常的了解自己心里的。 那种他的感受啊，他的想法，就是他不够清楚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诠释出表达出来他要他对好，所以这是比较想法，其实还蛮有道理。各位同学的分享，我觉得你们的恐惧是可以透过练习去克服的。我们在一辈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透过学习，然后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和认知，然后得到的。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并不代表你以后就会变成是继续这样子。然后唯有一件事情会成为这个障碍，就是你们持续的去想说我没有办法，我会讲不好，我会害怕丢脸。可是全世界只有谁 care 你丢脸，只有你自己 care 你自己丢脸。所以你最大的障碍其实是你自己。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立法委员嘛，我觉得我很高兴我有。 前面这一段 TED 这个训练哈，所以我等于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去把我要说的事情用很有逻辑、很有节奏的方式去表达和表现出来。然后第二，我也很感谢我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因为我做过 TED， 那这个 TED 让我接触到各种各行各业很厉害、很杰出的人，但是我又在夜市里面长大。 我又可以跟社会最底层的人沟通，所以我可以永远切换那个模式，就是随时我需要变成夜市模式，我就可以变成我夜市沟通那个样子。那我需要专业的时候，我就可以变成专业那个样子。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第一个，先克服自己的恐惧，是，然后就是练习，就是你练习100次，只是让自己接近更好的那一次而已。所以永远不要觉得说。 因为这一次讲不好被笑，下一次就不敢讲。你应该下次更要讲，因为你就会越来越习惯。对，那当然的，接下来呢还有另外2组 ，OK， 啊，另外2组要来挑战哦。因为今天呢，育仁老师呢有准备很棒的礼物要给这个他们最后面选出来2位哦。接下来我们邀请的呢是慈大附中所带来的“对的事做就对了”。大家好，我是李秉嘉，我是陈姿婷，我是曾柔英。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从小我就接受了家福中心的照顾。国2的时候，家福中心决定在除夕前举办一场义卖。当时我就想，我终于可以从手心向上转变为手心向下，去帮助别人。从一开始的害羞不敢说话，到后来可以主动与陌生人攀谈，去募得他的那一份爱。这样的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我找到了现在勇敢的我。其实一个小小的念想，能带给你人生的大转变。 以前的我并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说话。国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能够当司仪，一开始我十分害怕，就像要高空弹跳前面对的那一大片悬崖。所以我每天不断练稿，设法突破内心的恐惧。只要我们勇敢踏出那一步，就会有无限的收获。从小我就觉得亲情是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寒暑假时，我都会回阿公阿嬤家和他们一起生活。当我回去时，我都会和他们一起去菜市场，一边帮忙一边聊天。久而久之，我发现他们很高兴我能够回去陪伴他们，也知道他们喜欢我以什么方式与他们相处，也慢慢的了解到，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人生就像一场闯关活动一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只要我们突破重重难关， 人生就会有无限的色彩，所以对的事情 ，just do it。接下来由以杰跟嘉华来为我们分享的是点线面。大家好，我是黄以杰，我是许嘉华。我们想，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那2个人也就是2个点就可以成为一条线，那很多条线就可以变成一个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自己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影响到身边的人，进而影响到全世界，改变世界，从我们每一个点做起。那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呢？赞美。 大家其实常常会觉得，哦，我跟一个人不熟，我到底要赞美他什么？或者是我跟他太熟，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赞美他。我们常常会觉得赞美一个人，可能只是让他开心而已。那这样其实只对了一半。那我们发现，透过赞美可以察觉他人的优点之外，更可以增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使我们的思考正向化。然后，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跟我们身边的人都相处的是一个正向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自己，也可以肯定他人。那如果我们今天去赞美这个人，那让这个人又去赞美另外一个人。 透过一个点、一个线、一个面，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传播出去的话，相信这是一个蝴蝶效应，会对世界有所影响。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成立一个平台，让想要赞美别人的人，或是赞美在心中但却说不出去的人，能够有一个机会，透过网络的力量，让这个赞美可以从自己传播到世界，达到赞美的力量。 不做不会怎样，做了世界就会不一样。我们选择了赞美这个，就是希望我们，这是我们做一点改变、做一点尝试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传播这个正向的能量。谢谢大家。哦，好。人生最后悔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多事情我们都在想说，我们以为看到那些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就沉默。 我们就默不作声。我每次看到我的同学的脸，我都想到这件事情。20多年过去了，没有一天这件事情没有一直在困扰着我。好，刚听完最后2组同学的分享之后呢，那我要问一下现场的感受，你会帮助谁？赞美的那一个吧。赞美了，为什么？因为她是学姐吗？因为可以很容易就做到啊！赞美的那一个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计划很明确，是而且很简单就可以做到。赞美吧，因为就是可以让大家都很开心，让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这样。那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给他们？有为什么？为什么要给花莲之中的同学？我刚刚听他们讲，我觉得有一个让我感触非常深，就是阿公阿嬷。现在 这个社会中，阿公阿嬤等于就是像，就真的就像是父母了。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为我们付出这么多，是。那我们就是更应该要回报他们。那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就是想要让别人开心，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是，我觉得一开始那个少女三人组啊，对，就是可以再活泼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在讲他们刚出道还不熟，还不熟哈，没关系，可以再训练一下。对，因为你们其实在讲一些很好的事情，对，然后就是也故事的本身就很感动人心。像刚刚讲阿公阿嬤那个，我也是真的被感动到，因为小时候我也是阿公阿嬤带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更活泼，让你们的个性更跳出来这样子。那第二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那但是可以更 narrow down， 就是说更稍微明确一些，就是赞美这件事是明确，但是要怎么做，你甚至可以描绘得更清楚。譬如说，你可能说我们来做赞美接力哦，如果说就是有我赞美你，然后很真诚的赞美哦，但是让全世界各种语言，然后透过你的计划，然后可以绕地球一圈。 类似这样，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你可能没办法面对面说到。我们透过网络，你可以直接选个卡片，然后把你想要赞美话写下来寄过去。对对对，我们对，所以类似像这样，我就觉得会非常好。好，对对对，下次去他那边投案子。对对对对对 ，good idea， 对 ，good idea。是，那当然了，就是在那个育人老师呢，在选出来今天最后两组呢，并不是谁比较好。 而是说值得鼓励的呢，我们会送2本书哦。可在那之前呢，刚刚导播叫我说，我们也要示范一下什么叫说故事。那什么叫说故事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知道，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啊，就很多人问我说：“哲鑫哥，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那我想了很久，那最后悔的事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是跟你们这个年纪差不多。我有个同学，他眼睛很厚，牙齿是凸的。 然后脸上很多的疤跟啊，然后个子矮矮的、胖胖的。然后他来学校的时候，同学都会笑他、欺负他。分组的时候，没有人想要跟他们在一起，他被排挤。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下雨天的时候，然后他从学校走进来，然后但因为他就身上有很多肥肉，一层一层一层的，所以淋了雨之后哦，他就看起来就是他会贴衣服就贴进去，然后看起来就很像河马刚从河里面出来。然后我们同学大家都笑他。 大家都笑他，但是我没有，我在旁边，我就看着，然后我就做我的事这样子。隔天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学校了，他就不来了。那他不来学校之后，我们想说也就算，他转学为什么？每个人都自己的原因嘛。过了好几年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他自杀，他跳河自杀。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后来他转学到其他学校也被欺负，然后他后来出社会之后还是被欺负，你知道。 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人生最后悔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多事情我们都在想说，我们以为看到那些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就沉默，我们就默不作声，我们就当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对不对？我们有小小的善念，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帮过他，其实我们以前帮过他，可是这一点点善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站出来，应该为这些人说话。他过世这几年之后，你要一直到现在。 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同学的脸，我都想到这件事情。20多年过去了，没有一天这件事情没有一直在困扰着我。所以，只要是小小的善念，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你讲的没有错，对的事情要去做就对了。只要你做了之后，我相信你们这一辈子不会有那么多的后悔。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无论是善意的付出，你或许可以挽救到他的性命，或者是做。 对世界不一样的改变，对的是做就对了，就是这样子，好不好？谢谢你们。我可以颁奖给你吗？这样不公平啦。今天还是要选2组出来，对不对？颁发的奖品这本就是《单车世界纪》，为什么呢？这本书我特别会推荐的原因是，其实第一个是跟我个人有关，不是我是喜欢偷单车啦，还是车子搞丢过？不是，是这一本书里面是在讲吴明益。 作家他个人的童年在这个中华商场，那个区块其实几年后拆掉了，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常常在中华商场，那时候我对那个地方就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那个地方是自己成为一个小社会，然后跟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夜市也有点像，对，然后他在描绘那个地方每一家商店。很多店我都去过，二手的 CD、二手的衣服和鞋子，我都常常去中华商场逛。所以他在讲里面的故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亲切。那当然，另外是吴宓，老师他的写作非常的流畅，对，所以我觉得就。 推荐给各位去读这样子。是。那当然这本书非常的厚，那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值得鼓励的两组是哪两组呢？我觉得一组是赞美这一组嘛。好。对对对。以杰跟嘉华。那另外一组呢？另外一组，我想给这一组，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潜力，是，然后可以 SHE 对不对？对 SHE， 对对对。好，就来出来领奖。谢谢。 最后面的小小的问题，火星爷爷这段里面有提到说要向困境借东西，那我想要问就是有没有类似的经验？那您向困境借了什么？那记得那时候刚创办 TED 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TED。就像我拿一个企划案去跟企业去募款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是 TED 啊？是泰迪熊吗？泰迪熊，对啊，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第二是你是 nobody， 因为你也不是什么。 企业家二代，然后你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谁谁谁，然后你去敲门，大家都把你当成诈骗集团，哦，然后第二是我的母亲，她会觉得说，啊，你一个好好的国立大学毕业，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我永远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把这个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搭起来，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听得到这些故事。那么，如果说遇到困难的话，我会觉得说。 那个只是路上的小石头，哦，然后怎么样，就是可能，把石头搬开，然后或者是绕路过去，然后怎么样去跳脱现实上的障碍，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一些就是人生经历里面的一小部分，那过了之后就觉得，哎，自己又成长了。是。那困难其实就是过程，让你蜕变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整个TED台北也好，或者说在你自己的这人生的经验也好，关于说故事这件事情，带给大家很多的启发跟感动。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说年轻人要怎么样去掌握他的技巧？最后面你要跟他们来分享的。我觉得就是给各位年轻朋友一些建议啊，哈，我觉得还是要用自己去活出自己的生命经验。 然后用自己的生命去写故事，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们闭上眼睛那一刻，是我们带不走任何东西，然后我们也带不走我们的财富，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也都带不走。可是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回头来看的时候，可能不是你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你考试考了几分，而是你有没有在你有机会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帮助到别人。哦，然后在你。 可以做事情的时候，你有机会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想，第一个是，鼓励各位同学用自己的生命去活出那个深度和广度。然后第二是，不用太在意别人给你的眼光，用自己的价值去定义卓越。哦，就是让自己帮自己打分数。哦，你可能现在在念书，在学校，老师帮你打分数，家长帮你打分数。 可是你最后你的人生是要对自己交代的，哦。那最后就是，我想，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永远要保持那个弹性，哦，就是并不要说，因为你想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可能失败了，然后或是你没有达到你想预期的目标，然后你就觉得垂头丧气，你好像你觉得你人生就没有再有其他的机会，你要让自己有。 无限的可能性，然后无限的可能性就是在于你对你的生命，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机会，然后去领略各种不同的生命经验，哦，然后不断的去开创，所以去创造你的自己的人生这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作家私房推荐，第一本。 泰戈尔的诗集。好，那我会跟各位推荐这两本书。其实我跟哲青大哥一样，都非常喜欢旅行。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到中南美洲去旅行6个月，从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最后到南美洲的秘鲁。那这两本都是我在旅行之后读的书哦。第一本是印度诗人叫泰戈尔，他也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飘鸟集》。他的诗其实非常的浅显易懂，探讨一些像人生的重大课题，像爱啊、亲情啊，或者是慈悲，或者是苦难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在旅行的时候，我读到这些短诗的时候，我特别有强烈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好的文字不在于多，而是在于它在你人生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它。在我人生算是放逐自己去壮游的时候，它是陪伴我的其中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所以在你人生任何一个阶段，我都觉得大力的推荐。好了，在第二本呢是这影响全世界非常多人的《牧羊人奇幻之旅》。那这本书其实在讲的是一个个人对生命的追寻，就是你要有勇气去追寻你生命中的宝藏，然后这个宝藏其实可能会带来某种生命的危险。那只要你是非常的真诚的去对待自己生命给你的这些考验，那老天会自有非常好的安排。那最后他其实告诉你，回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爱的人永远在那边等你，即使你这样一路去追寻了这个宝藏的时候，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的家，跟你的最爱的人去分享。这样是，所以无论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或者是泰戈尔的《飘鸟集》呢，都推荐给电视机前的你，还有现场的年轻朋友。那当然，我们看到育人从他从国外引进 TED 台北，然后一直到他到现在为公众的这个福利来做服务的，你可以看到过程里面呢，人的核心是在于怎么样向善，怎么样的为公众来服务。那今天非常感谢育人来现场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也谢谢现场的同学。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呢，请参考我们千春爱读书粉丝专页上面的资讯，那上面还有不定期还有一些活动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请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千春爱读书，谢谢。很高兴今天来参加青春爱读书的录影，有机会跟这一群这么可爱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共同的学习。我觉得在这个快速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好好阅读，然后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借由这个影集，然后可以跟各位多多的分享在台湾各个角落好的故事。